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如果冇音樂死嘅我，我會死嘅真係，即係唔可能冇嘅我，即係我仲係屬於走火入魔沉迷嗰種嘅嘛，即係唔係玩玩下。我媽日翻見到我都係揸住吉他，烏低頭係咁彈係咁彈，即係佢覺得我黐你線嘅。台灣，送給你們啦！手中多少的初衷，不可抵擋的恐懼，未共屈身的一生，今天必須衝出那枷鎖。就要將同人呼叫響震天，我要帶領世界追衝到你，哪會放棄每個教訓，令我找到一切，找到心中的理想。即我其實玩緊一啲好普通嘅搖擺音樂，只不過即係宣傳媒介，佢哋要形容我哋嘅方式變咗地下咯。變節，其實我不嬲都係喺度變緊嘅，不過嗰班話我哋變嗰人佢唔變啫嘛，係最難受就係喺個過渡時期。由所謂人認同我哋叫 underground band， 即係地下樂隊，到我哋上咗地面，即係佢哋認為我哋上咗地面，即係出唱片，即係嗰段時間受咗即係批評或者攻擊啦。十大中文金曲得奖歌曲是《真的爱你》，得奖队伍是 Beyond。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整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其實我覺得 Beyond 就是代表住本地樂壇極少數能夠可以成功地從呢個地下走上地面樂隊。其實喺過往即係回顧翻 Beyond 十年嘅發展，如果你話佢哋完全冇咗妥協咧，咁我覺得有少少言過其實。咁但係期間咧，佢哋有嘅堅持亦都好多，亦都我覺得係由於佢哋有呢一方面嘅堅持咧，令到佢哋無論走嘅路啊，或者付出嘅努力都要比人哋多咯。
取消今天的工作，跻身缤纷的色彩，来让我去告诉你，派对永无真意义。不管相识不相识，尽管多你 say hello，太过有性格，派对你要不缺席。你话唔俾面，佢话唔想面。其实香港有很多乐手咧，喺啲歌迷嘅掌声啊、呼叫声啊、高喊声之下咧，已经系蒙蔽咗啦。已經對自己沒有多一份的要求了。那我覺得作為大眾的偶像和歌手呢，不只是收毛毛公仔啊，又或者是收花那麼簡單，有另外一個使命，就是要教曉樂迷去認識音樂和尊重音樂。那我覺得家駒 好做到這一點。靜少少先開始，不准叫啊，靜少少先開始，靜點靜點，一粒聲都沒有。大部分歌，我哋覺得我哋嘅歌唔係用娛樂嘅多，係用欣賞嘅多咯。懂得尊重嘅音樂已經好夠，唔需要佢再明白啲咩叫 jazz， 咩叫 rock， 乜嘢 style 嘅嘢。坐低台上嘅人好靜咁嘅表演嘅時候，你用翻好靜嘅心態欣賞；台上面好激烈嘅，你用翻好激烈嘅反應面對翻佢，咁就已經夠啦。唔係一種反應，永遠都喺個台下邊嗌叫，即係咁樣就係影響咗。即係你，我會覺得你都唔知係咪聽歌。即我俾唔到感覺給你嘅咩？比較深印象，我就覺得即最近佢話香港有娛樂圈冇樂壇呢句説話，即我覺得呢句説話，識講呢句説話嘅人其實並唔多。即使你諗到嘅話，即諗到心入邊有咁諗，但係有啲好多人都唔夠膽講出嚟。即我覺得家駒夠膽講呢句説話，並唔係話即喺度哗眾取寵嘅。即我覺得佢係根本係可能諗咗好耐，卒之忍唔住講出嚟。即嗱。如果大部分年輕人都聽緊時下流行嘅音樂，佢會覺得不斷喺個腦裏邊圍繞嘅呢啲就叫音樂啦，因為佢 hit。哇！咁佢第二度聽，佢第二度其他國家聽啊，或者去遠啲地方聽啊，留意咩嘅音樂時候，咦乜呢啲嘅音樂我未聽過嘅，係啊呢啲詞嘅音樂，但係喺香港聽嗰啲唔係咁嘅喎。咁即係其實即係香港人聽歌啫嘛，邊度聽音樂啫？再簡單啲講，唔係睇人，你聽下歌先，咁佢冇理音樂。香港冇樂壇嘅咯。
音樂應該有好多種類，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有好多品種，嚇，有好多色彩，有好多唔同嘅感情，唔同嘅文化喺裏邊嘅，即係音樂藝術嚟噶嘛。咁包含好多個好多好多可能好虛幻嘅感覺喺裏邊。但香港就頭先我所講咁多樣嘢都冇。最緊要分清楚自己嘅位置喺邊度。即係如果你當咗自己係藝人或者係藝員嘅，咁你就會迷失㗎啦，我覺得。但我始終我哋堅持都係我哋自己玩音樂。除咗音樂以外嘅嘢，逼不得已嘅話，為咗宣傳，我哋會去。為咗食飯。為咗宣傳，我哋會去工作，去勉強自己去接受嗰項工作。但如果可以嘅話，我哋都會專注翻喺音樂嗰個位置裏邊咯。其實 Beyond 俾年青人嗰啲嘅影響咧，就唔單止係發泄咁簡單，係俾佢哋嗌咁簡單。喺佢啲歌裏邊咧，會睇到佢其實層面係好廣嘅。譬如話，佢會唱到情歌啦，唱到一啲對國家或者對自己嘅理想、對未來嗰種嘅憧憬，甚至乎我好欣賞，因為我自己中意嘅咧就係。他對倫理、家庭那種的愛呢，是可以在這一隊的樂隊裡面表現出來，這個是很難得的。讓生命沖開一切，我要接著新的希望，驕傲的心宣布，現實就是像遊戲。讓生命沖開一切，我要接著新的希望，他們本身是即是都是在低下層出身的，還有他們又喜歡 rock and roll， 這兩樣東西就令他們一路以來即寫的歌呢都會很憤怒，即對這個社會很不滿。我覺得那樣東西不是扮出來的，變成他們唱即社會性的歌的時候比較會有影響力，即比起一些即其他歌手來說，起碼他們年輕一點，還有即又有創作，而且在香港沒有多少隊band，即是很多方面的元素他們都具備了，所以 Beyond 成功 是應該的。色心滿淚眼，我相信咧，中國人咧嘅民族咧係受氣不如嘅。雖然係咁，但我好希望愛護呢個土地同埋支持呢個土地嘅人，對佢實建設，避免未來嘅災難。聽到啲社會性嘅嘢，我會隻仔會慢慢行埋去。即係有啲人可能冇感覺噶嘛。我聽到啲外國嘅消息啊，佢打仗或者係啲政治問題，我會留意一下咁樣。有些人未必留意啲新聞，即係好自然咁去感覺佢咯，唔係好刻意咁做一樣，好辛苦嘅。如果你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你會吃力不討好。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即係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嘅社會先啦。譬如我等緊中國英國咁樣嗰啲嘢，咁話不如討論下呢個問題啊。咁我初起步嘅時候會用一種好滑稽嘅方法做呢樣嘢，我係諷刺式嘅。咁慢慢啲就會好嚴肅咁面對工作，即係咁樣係好自然嘅，唔係專登我要做呢樣嘢做嗰樣嘢。即
即係我覺得每一樣嘢都係發自內心嘅，要感動人一定要感動到自己先。其實我哋都唔係中意講啲唔開心嘅嘢，只不過想發表自己曾經經歷過嘅路，曾經感受過側邊所有嘅嘢，係我生活嘅形式，我去有咩影響到我，即係我喺我身裏邊，我再反彈翻出嚟，即係嗰啲係一路都係啲感情喺度轉緊嘅咯。呢個大大話話少百幾人啊，加加埋埋啊，成九千幾歲啊，嚇有咩係唔知嘅你哋啊？但系如果住 happy 嘅，咪揾地方一齐搬咯。好好丑丑，我系自己中意嘅啫嘛。净系识得闹人、靠人，喂埋俾你食好唔好啊？有味先得噶。將佢隨住愛心仔女去到新幾內亞咧，我感覺到係 Beyond 嘅音樂，亦都從純粹係反映年青人嘅不滿情緒咧，開始咗開拓咗另外一個新嘅視野，一個更闊更遠嘅胸襟，就係開始探討到所謂世界各地嘅人類點樣去對抗命運。咁其中有一首歌咧，就叫做《可知道》，咁就係佢親自同我講，就話呢隻音樂咧，就係自從嗰次旅行之後。去過愛心第一旅之後回來，他的感覺沒有智慧勇氣去抵抗，願意破碎破舊堆滿家土，可知道遠處某方充滿無奈的掙扎，看不到那明日的方向，盼你我可将困境挽救。家驹去过新几内亚，同埋去到呢、這个，即系佢哋去完呢个非洲翻嚟之后，佢哋意识到即系生命里边，即系有实在有好多嘢好宝贵，咁所以佢哋好想即系继续喺佢哋透过佢哋音乐里边，就将呢啲咁嘅信息去传开去啦。可知道？我哋而家身處非洲嘅肯亞嘅，咁我嚟到呢度咧就係探一班細路仔啦，咁同佢哋一齊唱歌喎。咁呢班細路仔咧就好需要人幫助，咁我哋嚟到咧都收養咗部分細路仔。Thank you.
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用数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往世界。